提到宋朝的词人，就不能不提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她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号易安居士。哎，她和我们班李易安的名字一样呢。易安，你对她有什么了解？这，我真的不知道呢。从一些故事中来认识他吧。李清照十几岁时，有天夜里刮了大风，他白天醒来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便是院子里的海棠花。小姐，您醒了。是已经落花残红了，真是令人惋惜。采莲，院中的海棠花怎么了？海棠依旧。昨夜雨疏风骤，浓水不消残酒。这首《如梦令》是李清照早期的作品，出身书香门第的他有敏锐的洞察力，仅用了寥寥数句便把自己对落花的怜惜表现了出来。可他也并非一直这样柔情似水，国家遭难后，李清照表现出了他的另一面。今扶宋徽金二帝及大批皇族北去，北宋灭亡。宋康王赵构为了躲避大金追击，一路南逃，在逃亡中于江南地区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宋金和议后，南宋已向大金纳贡称臣，换取停战，自此偏安于东南部的半壁江山100多年。清照一家也随宋氏南渡的步伐向南方逃亡。当行至乌江边时，他对国事的满腔怒火促使他创作出了一首传世之作。小姐，我们好像到了乌江亭了。啊，乌江亭，这正是大将军项羽兵败自刎的地方啊。想当初，再看看如今这懦弱的宋氏王朝，国耻未雪，他们却只顾苟安偷生。哎，我若是有一个男儿身，为国捐躯，生死何惧。生当作人杰，啊，死亦为鬼雄，啊，至今思项羽，啊，不肯过江东，啊。
性的李清照并非只懂儿女情长，这掷地有声的豪迈诗句丝毫不掩饰他对贪生怕死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经过这一节课的学习，易安，你现在应该对李清照有更多了解了吧？老师，我明白了。李清照既有柔情似水的少女情怀，亦有胸怀家国的豪情万丈。